心机在他的奶。因为我们心机是我们啦啦队的巨兽，巨兽，他其实很爱温蒂，温柔啦。哦哦，他心机是善，真的吗？当时情况是什么？啊，你怀的魔兽的孩子，超级无敌好用。看他魔兽的脸上充满了幸福的表情。Can you feel it? Wendy. Yo. Whoa, whoa. Whoa, whoa. Can you feel it? Can you feel it? Oh, yeah. Oh.心机女一二三，哎，你看，你看起来没有什么杀伤力啊！我跟你讲，他心机在他的奶，他因为我们心机奶，心机奶还有分析，因为我们两个太高了，所以自动都会让给就是矮哥在中间，然后他奶又很大，叉腰那个 center 就是他的，对，他以爱心这样子，在那边中间这样就有爱心。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一些舞蹈的动作，我不是故意看那个脸，有感觉，那个脸有出来哦，那个脸有出来。我们刚刚看他们跳的时候，哎，这真的很蛮吸睛的。对，哦，这是我们啦啦队的巨兽，巨兽，人生凶器就有魔兽也有巨兽，而且他好像也没有要反驳的意思。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巨兽刚来，不是巨兽，魔兽，什么巨？你是魔兽，巨兽，他是巨兽，你是巨兽，他是魔兽。魔兽刚来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粉丝就开玩笑慌了，他就帮我取了一个绰号，说叫巨兽。有没有跟 Howard 对上过话？我们听不懂。我们有，对，我们有。关你们什么事？因为我们去那边就是串场一下，然后就跟魔兽拍照，然后我们还送他礼物，这样还送他内裤，哎，对。谁送他内裤？你要输了。不是啦，林丹那个内裤还送到周星驰那边去。你送那么多内裤啊？我送他内裤，可是他好像穿不下。太过分了，送那么多内裤也没送我一条，我也没有。地址给我，你们俩缺什么内裤？那个是代言的，他在代言的啦，保护你们蛋蛋啊，对，蛋蛋保护你们的蛋蛋，因为现在缺蛋嘛。那你那内裤有名称吗？比如叫做零蛋风险。我觉得可以讲啊，我在那边变1350啊。零蛋，你在那个团体待过，你觉得孙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爱玩的男生哦，喜欢新鲜感，但是他其实很爱温蒂，温柔啦。哦哦，他心地是善良，对，他心地是善良的，他只是很常做错事情哦，感情方面啦，被温蒂抓到，对他很容易这样子，很容易被抓到，很容易下跪。当时情况是什么？就他常常他太呛了，所以他什么事都会被我发现。他很容易，对。有一次他之前跟林湘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画风一转，这很好笑。如果不行的话再剪掉，因为太好笑了。就是他那时候跟林湘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孙生脸上全部都是那个亮片，然后林湘就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脸上都是亮片？”然后孙生就说：“哦，因为我刚刚去练舞啊，刚在那个撒亮片。”对，女生有亮片，对啊，因为他们很接近，那个粉啦，是什么？理由太瞎了，偷吃没有插嘴啦，他就是很可爱，然后很容易被抓到。好，来来了，我三个人当中应该都蛮熟的，三个人当中谁挑男人的眼光最差，最容易遇到渣男？好，富邦啦啦队，举一半，有了，来，奶昔，奶昔最容易遇到了，奶昔，没错，因为他本身就是渣女了，来，你看一下，啊，双可，很爱渣，很爱渣，很会渣眼，好会渣哦，好快哦，啊，对，你自己承认，又渣，他又渣又恋爱脑，他以前交往的男朋友都是。就是渣男类型，然后他就是会跟人家就是不干净，这样没有断干净，跟人家都劈腿了，然后他还在那边藕断丝连这样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
他还不算劈腿，我跟他分手的那一天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去找他前女友，那一整天都在一起，这样不算劈腿吗？这样就劈了吧？这样算劈腿？这样就劈腿啦！他跟你跟别的女生出去，而且他跟那个他跟他前女友说什么呀？哎，新的不来，不知道旧的好。太渣了啦！讲这种话，被人家劈腿啊？丹丹你也认为是他？对啊，而且因为他就是算痴情啦，他为了那个男生，就是分手后的男生，然后都不能睡觉，然后还吃安眠药睡觉这样。哦，失眠重啊？对，他失眠很严重啊。而且你看他到现在还在帮那个男生讲话。对啊，你看是不是恋爱脑？好了，他劈腿啦。他本来就劈腿啦。你干嘛？你失恋就难过到睡不着，这样对吗？失恋就是会想要做一些极端开心的事情。真的吗？对，开心的事情，所以就会比较晚睡觉。什么开心的事？比较开心的事，半夜看一些帅哥影片啦。帅哥影片，要分享啊！帅哥照片影片啦，等一下分享给你。OK， 来看看 Lucky Ten Girl 到底谁最容易交到渣男呢？我自己举就好了，举一呀。啊、怎么说呢？刚才在讲富邦 Angel 的时候，他就把我收起来了，迫不及待想要把他拉起来。他真的是超级会遇到渣男，而且他自己完全不会看人，然后很容易相信。然后他除了骗色以外，还骗财。人财两失。我承认，我承认是就是很容易吸渣的那种类型。对，那主要也不能怪别人，我都很容易心软，就是你随便糊弄我几句，我就会。就是他下跪的话，他会原谅他那种。真的，对，不管做错什么事情，要看什么错。会原谅，然后那个底线会越来越低。我以为我有底线。如果那个男生去跟别的女生偷吃，然后他突然对你下跪说：“宝贝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了。”对，这个劈腿，这样你可以吗？劈腿被抓，然后跪地求饶。对啊，就是有发生啊。然后我就，他就是相信过了啊，就相信，然后就会吵，然后吵一架之后，后来还是原谅了。原谅他，请问他好在哪里？舍不得，我很容易就是放感情，交了一个之后就是把他当结婚对象了，就是那个那首歌嘛，因为感情黑了心，当注定爱听你几世人。哎呦，厉害！云爆电爆，你来，请。当然就是我啦，自己举啊，渣男 Wendy 自己举，自己跟他跪下跪。你举这个手，我们看起来是完全巨型巨像，他的感觉，他的形象马上浮现在。哎，我超级是渣男的。没有，因为我也是巨蟹座，那我超级会原谅。巨蟹座经常是人不清，而且我还超级有动的啦，而且我还对，而且我还说。就是给他机会，事不过三，就是各种机会都事不过三。我给他三次机会，不是一次打人，事不过三哦，你知道吗？他要给他打三次，他才会觉得不行。动手三次，我说好了，三次，有动手，有动手，动手还可以三次。之前的前男友有啦。然后我还逃家，然后逃去少爷家，历任都非常可怕。他就是甚至是被打到，就是他直接拖着两个行李箱要跑冲来我家跟我大哭，这样我说我要不要带你去验伤啊？我就是想说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，很可怕。哎，但我最后还是原谅他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被虐症，不要，你真的有被虐症，对呀。时间收拾行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刚才一样是巨蟹座的，我其实没有资格讲他，因为我曾经有被打过，然后打到我是穿着一条 T 恤，然后我没有穿裤子，我穿内裤，然后我是赶快拿手机，穿两个拖鞋，我就直接往我旁边冲了，然后超怕他从后面要追过来。你这个是逃命的，逃命，真的逃命。那你有原谅吗？这三也三次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那有一个大陆的一个抖音啊，对啊，然后说什么你怀的魔兽的孩子，超级无敌荒谬的。对，那时候魔兽来，然后我就被传说我怀了魔兽孩子，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新闻？我英文那么烂，我连沟通不行。然后很多人就说你可以用身体语言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完全没有，然后就被乱讲话这样。小峰举手干嘛？他拉我，也是容易遇到渣男啊。是因为你有跟他拍照吗？合照？对，我们就有一张机长照片，机长照啦，这样就要怀孕了，对，机长就怀孕，这样就可以怀孕，这样就怀孕了。那在那魔兽的脸上充满了幸福的表情。